小小好声音，用无限爱意拥抱彼此，拥抱音乐。我始终坚信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音乐会帮助人成长，引领所有人走向最美好的未来。小朋友他的歌词，他的旋律都来源于他生活的点滴，他的歌词音乐我觉得都带有着可以治愈人心的力量。祝小朋友们在音乐中获得成长和蜕变，一起传递最至真的美好。同心向导，同心向导，我感觉他是真正的在享受音乐。你的那些细节唱得很稳，然后也很干净。谢谢。小小好声音，星空卫视中文台每周日19:30播出，星空卫视国际台每周六20:00播出。大年初一到初七，每天晚上7:30，与你欢乐唱不停。才华不受限，绽放新时代，与全球30-18岁青少年儿童来一波满满的正能量吧！2023小达人未来秀，萌芽谢瑞。